有当时会走路爬的。好，这些小朋友在我们招生生活里面是一群很有活力的小神人。
你们以为结束了吗？其实还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们想要欢迎很多回家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第一次来的小朋友，或者是第一次来的大朋友。所以我们第三首诗歌带来《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》。谢谢大家。